我爱电魔咒。咕噜咕噜，小朋友们，小咕咚现在可是有魔力哦，你们看好了，我的手有吸力，吸跳。小朋友们看好了，好玩吗？吸跳。哎，小咕咚，哎，琪琪，你们在干什么呢？咕噜咕噜，绿泡泡，小咕咚可是有魔力的，你看好了，小小鸡鸡。我知道了，小哥。哎呀，真棒真棒！不过，小手琪琪，我也是有魔力的，我也会啊。好，来，准备好，吸，吸，吸，停。绿泡泡，小手琪琪明明是答应我，让我有魔力的。哎呀。你的这个小小的伎俩呢，被我拆穿了，小咕咚。刚才是小手琪琪故意在配合你，对不对呀？不过呢，我觉得这个不能叫做是真正意义上的魔术，但可以成为一个小游戏，是不是啊？挺好玩的。哎哎，要不这样吧，今天呢，我就来给你们变一个真正的魔术，让你们看一看眼界。哇，太棒了！绿泡泡，快点给我们表演表演吧。别着急呀、啊，我们的小嘉宾已经来了，你们两个先去迎接小嘉宾，一会儿我就来给你们表演一下。好，小手琪琪，走吧。小朋友们，今天有两位伙伴来学习魔术，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吧。小嘉宾张艺涵今年五岁，小嘉宾裴红墨今年四岁，欢迎你们，欢迎小朋友们。快点给我们表演神奇的魔术吧。好，小朋友们想不想看呢？想。好的，看我的手里呢有一副扑克牌啊，小朋友们可能家里啊都有扑克牌啊，那接下来呢我这个魔术就是要用扑克牌来完成的。好、啊、我请红果果帮我随便的挑选一张。挑选一张？好，想好了吗？想好了。小朋友认识吗？这是什么呢？尖儿。哎，是红桃尖儿，对不对啊？对。没错，是字母 A 啊，它在扑克牌当中还是很大的一张牌。红果果选的不错啊、哦。我们看正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对吗？嗯。背面呢也是正常的，对吗？对。好，现在我的魔术就要上演了。小朋友们，如果想看绿泡泡的魔术呢，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一会儿如果我变得好的话呢，小朋友呢要给我鼓掌，好不好啊？没问题，没问题。好，那接下来呢，我要把这个扑克牌拿在我的左手里，我们看，是一张红桃尖儿。一会儿呢，这个扑克牌呢，它会突然有神奇的变化。当然，它也需要我们大家呢共同来帮助我才可以完成。让我们一起说出那声咒语。乌拉乌拉 Q， 小朋友们看这张扑克牌怎么样，在我的手掌里，哎，怎么样啊？被吸住了。怎么样？哇，哎，这个时候电视机前有的小朋友说了，哎，绿泡泡不对，你肯定是啊，手上抹了胶水把扑克牌粘住了，对不对啊？对啊。大家直观的感受可能是这样，为了证明不是这样，来，我再拿出一张扑克牌，是没有问题的。怎么样，小朋友们为我鼓掌吧。哎，这是我神奇的扑克牌的魔术，小朋友们想学吗？想学吗？想。好，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如果也想学这个魔术的话呢，赶快和我们一起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魔香乌拉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所需要准备的材料。好，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说，魔香乌拉拉。我是魔香乌拉拉，我有神奇的魔法，材料都在这里啦，睁大眼睛看好了。
今天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扑克牌、双面胶。好的，今天呢，我绿泡泡大魔术师呢，就来教大家变这个非常神奇的扑克牌魔术。刚才呢，大家可能觉得纳闷，这个牌怎么就被我的手给吸起来了？而且不是说贴在我的手心上的啊，我的手上确实也没有胶水。那么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其实刚才啊，红果果大魔术师也是作为我的助手的身份出现的。在选牌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前商量好了，他选的呢肯定是这张红桃尖。为什么选这张呢？小朋友们，电视机前小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看。因为在这张牌的背面贴上了一张扑克牌，就是两张扑克牌贴在一起，而在背面呢，我们又做了一个小小的机关啊，我们看，而且呢，就是两张一样的扑克牌贴在一起。好，所以刚才呢，我在把这个牌面向大家的时候呢，其实后面我悄悄地把这个地方窝了起来，然后呢，手指夹住了这里，然后从前面看，就像撕在了手上一样，神奇的效果。来，小朋友和我一起来做好吗？我给大人带个风纸。好，非常棒。把它给往上窝一窝，往上翘一翘。对，然后夹在你们的两个手指中间，食指和中指的中间啊。然后给对面的观众来看一看。好，来，好，把牌举起来，然后呢，这样夹在手指中间，用手指把小机关夹住。好，来，多多，多多是这样夹的啊，这样夹的可能有点别扭。来，这样夹好吗？好，夹好了。好，冲前，让我们对面的观众看一看，是不是把它哇，你们的扑克牌都飞了起来，对不对？鼓掌。来，小朋友为自己鼓鼓掌，祝贺你们。小朋友们拍吧啦，今天的魔术学会了，为自己拍拍手，为自己加加油，嘿嘿嘿，大家一起拍拍手，一起加加油。啊，谢谢小手琪琪。那我们现场的小嘉宾还有小咕咚呢，都学会了今天这个神奇的扑克牌魔术。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魔香乌拉拉有没有学会今天的魔术呢？一起来看一看。乌拉拉，我也学会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第一步，事先将两张牌粘在一起，像这样做一个小机关。第二步，让助手选出那张带有机关的牌。第三步，像这样夹在手里，牌就好像被吸起来了一样。太好了，我们的好朋友魔香乌拉拉也学会了。相信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一定也能学会今天的魔术。那我知道在我们的场外还有一位小小魔术师也带来了他精彩的魔术表演一起来欣赏吧。啦啦啦啦啦啦，魔术很神奇，啦啦啦啦啦啦，魔术很容易，只要动手又动脑，只要你愿意，小小魔术师就是你。小小魔术师黄傲君今年六岁，来自辽宁省。大家好，我叫黄傲君，今年六岁了，我来自辽宁海城，这位是我请来的观众。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叫找朋友。我这有一副纸牌，请你帮我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现在我开始洗牌，然后我在牌中选出我喜欢的两张牌。现在我开始倒牌，你随意喊停。停，这是你喊停的地方，这是我选的牌，我把它们放在一起，再来一次开始。停，这是你喊停的地方，这是我选的牌，我还是把它们放在一起。现在我把你刚刚喊停的两张纸牌
和我选的两张纸牌找出来。如果我们是好朋友，这两张牌应该是一样的，请你翻开看一看。精彩了！那这位小朋友呢，将获得我们栏目送出的精美徽章一枚。哇，祝贺！哎，电视机前如果还有其他的小朋友也是小小魔术师的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展示你的魔术。当然了，也欢迎有更多的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成为我们的小嘉宾，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的，那最后呢，小朋友们放下我们手中的气球，我们要喊口号了啊！一起说，乌拉乌拉跳，我爱变魔术。